就抱持的挑战的心情吧。他本来就实力就很强，所以拿到挑战权很正常。希望能下一盘精彩的棋吧，然后不要太快下完。下好自己的棋哦，然后尽力去竞争。时间是个优势，大局观的感觉，我觉得我可能比他好一点，但是其他地方我应该都是略逊一套。信心当然有，不过还是要下了才知道，尽全力下就好。